人生要过得如此的悠闲，不过是如此嘛，睡在吊床上，吃着新鲜的番茄，多棒！孟婆啊，起灵的时间到啦！起灵，我这大汉也免吃灵啊！喜欢的小妹妹妹喝奶奶啦！哦，那好了，番茄你就帮我保管吧。观众朋友啊。啊、这一站、哦、我们来到鹿竹的和光牧场啊，这里是羊妹妹的家呢。我说羊兄啊，你买卖家给东爹抢镜头嘿。牧场占地七甲，养了300多头乳用的山羊啊。啊，听讲羊妹妹还要喝奶奶哦。欸、孟福，这么伟大的任务的高合理哦。羊妹妹喝奶奶的哦。哇哇哇！你会不会太猴急了一点啦、啊？没有，它会整个扑到我的身上来，好恐怖！不要那么猴急，太激动了吧？哎、欸，大哥，你要不要来解救我一下？啊，你把奶瓶藏起来就 OK 了。哇、啊，好，若英他们已经喝完了、啊，你是不是把他们饿太久了？他们所以才会喝得这么猛啊？没有，他看到。